哎，补不到。啊，可以了。我的人特别补了，最左边有一个，最右边有，天哪，我爬进去，二楼，一楼倒一个，楼梯倒一个，对面也倒一个，对面没倒，我操，能爬吗？隔壁的是在一楼窗口加二标，一楼窗口最左边的窗口，隔壁二楼那把双击在加，啊，喷子先进去了，再来一条。好了，厕所。死了。为什么跳杀了？不是一队的吗？不是。死了呀。啊！我打的是对面的，在楼顶上方。倒倒倒！一楼又被倒了。两个代表楼。对面也有啊。二楼一楼都有，还有爬下来了，楼外面围墙有一个卡崩的，我上没有手倒的，中间那个屋中间打打打、嗯、外面还有打药，一楼上有脚步，是的，对面原本对面围墙，对面围墙，对面围墙，打不到他，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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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围墙倒，二楼窗口，现在呢？没在，我打药了，走，再来一个白，这边。双狙，哇塞！还有一个干拉的，好，哎，我操，打到你锅了！哪个？好的。我操，这逼弹命好好啊，怎么刚想掐东西他出来了，我操、这帮逼身上一堆道具啊，一个一个，我三号位留着，我操兄弟，把枪管了，这有人呢，我切三号位 OK，妈，我不敢切了，我操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全白。我白了。回来，回来。妈，刚刚那个四号位我都不敢探头，我立马切回来。那头有一个，接那头，别对，别对，别对。小心吃道具啊！我打药。右边来了。右边倒。这边，右边，外面。我扔个雷，右边外面什么地方？不是，他在楼后面，大小半血，好了，哎，我操！我操！怎么看他往右边拉了？我以为是他妈扶起来了呢。